头一次战斗还在继续，黎明时分又有几人离去，就在昨天我心已经透底，如今他在哪里，无人收取。情岁月是否已经远去，寂寞一笑伤痛留在记忆，还有什么能够牵动思绪，是不期而还是瞬间小呼吸，这回不是你妹妹吗？她就是我们最大的头，代号七仙。你可别吓唬我啊！今天我去见了夏老板，他跟我说，七仙已经同意我跟钱明涛结婚，而且还说以后不许我再跟踪春回。不对吧？他要是七仙，他能不知道咱们娘俩带丹城吗？那就是他的事儿了。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就不知道咱们俩在丹城呢？慧玲，徐同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慧玲，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叛徒，我是清白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相信。
桂林，我需要躲几天，你能再帮帮我吗？啊，小心点儿。谢谢你。 徐同志，你要是早回来几天就好了。你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哪儿。 我知道，你们一直在追捕我，怀疑我是叛徒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我的眼里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怀疑对象。不过，你是第一个被我排除的人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是特务，你就不会对朱恩启说那些话，更不会跟着我。 程东，我愿意相信你是清白的，可是我更需要证据。你会有的。程东，文琪，哎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找是找到了，可是王妈都跑了。跑了？跑了。家里边东西都没动，可是人没了。 而且林局也说不清他到底去哪儿了。文琪，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。这个哑巴是个特务。特务？对。这个哑巴很顽固，现在审讯还没有结果。哑巴妈一跑，就更说明这里边有问题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这个哑巴和三爷的死有直接关系。这样。 吃吧，别等了。吃不下去啊？今天是第一天，你别沉不住气呀。徐成东当时费了多大劲呢？别给我提这人。哎，我是说呀，第一次都那么难，第二次更不可能一帆风顺了。你呀，还是趁热吃了，别放凉了啊。
都给我听清楚了！以后谁要是再敢私自下山，他妈就一枪崩了他！大哥，别怪兄弟们，兄弟们实在是撑不住了。齐先，这是他妈在耍咱们呀！齐先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他。杜局长，看来咱们的封山政策见效了。是啊，匪徒们撑不住了。 从达斯匪徒的地点来看，应该离谢伯天藏身的地方不远。部队已经开始搜山了，就是一寸一寸的抠，也会把匪徒们抠出来。对，逼到这份上了，这些匪徒会不会四散逃跑啊？我倒是巴不得他们跑呢，各个交通要道咱们都把死了，出来就逮着他，他能往哪儿跑？太棒了！水放光了，大鱼就会露出来。同志们。 共军搜山的速度加快，又招这样，明后天就搜到咱们这儿。是啊，大哥，现在搜山的范围越来越小，咱们就算不被发现，也会被困死在山上。大哥，你得早做定夺呀。这夏启泰不是说了吗？七仙早给咱们安排好了，不是让咱们能离开这儿吗？累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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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仙。 就当他放个屁！部队已经锁定了东南方面的一片山，我想，出不了两三天，这伙匪徒一定被活捉。举行开国庆典的日期越来越近了，我认为七仙要搞的破坏行动，应该和这次庆典有关。钱明超，沈飞扬的事儿，你怎么没下文了？ 不是，不知道，忽然就晕倒了，跟我来。
客气，你回去回一定注意伤口，不要再感染啊！好的。下一个，郑医生，您歇歇了，东西添了。上回药剂师处理，不然的话药剂师命了。快！护士，怎么样啊？没事了，天气太热，有点紧张，中暑了。 护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特务调换了运送到前线的消毒棉，所有伤员用后全部感染。惠丽呀，哎，多亏了你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哭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 马上给我查！这车皮消毒棉就是从咱们站台开到前线去的，必须查出是谁调换的。站长，军需品调度表都在个人肚子里，连底子都没有，怎么查呀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给我查出来！一定要查出这个错误来！太缺德了！一定要查出这个错误来！请问哪位是韩站长？我就是，我们是公安局侦察科的。 是公安局同志，欢迎欢迎。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了。现在有线索吗？24号，车皮被调换那天，当班的同志基本上都在，只是军需品调度表没有底子。韩站长，你带我去查一下24号那天所有车辆的进出安排，还有所有当班的同志，我要谈一下。好。 谁呀？是我。今天没上班。来，进来吧。我就是来看看，你还缺点什么吗？我不缺什么，你别操心了。 来坐。怎么了？啊？没什么。走这一路，竟是你们公安局的宣传车，是不是又开始让特务自首了？对呀。那这些自首的特务。 是不是都拉去枪毙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都枪毙了，谁自首啊？不过有很多特务有这个顾虑，所以不敢自首。那会怎么办呢？哦，我就是有点好奇。只要自首，就会宽大处理。
政府会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的。真的？当然。慧琳，你帮我们做一下义务宣传吧。我去帮你烧点水吧。根据群众的反映，车皮被调换那两天，左慧丽的情绪反差特别大，事实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左慧丽，我们也不愿意相信，可出事那两天她也不上班，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，目前她的可能性最大。他人呢？他今天没上班。谢谢你，站长。英红，左慧丽来过吗？刚走。她去哪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怀疑，她调换了开往西南前线的火车车皮。她可能是特务。喂，喂，我是。好，北头山，我马上到。是你，
你来自首。运输到西南前线，装消毒棉的火车皮是我调换的。谁让你干的？是一个叫夏启泰的药铺老板。解放前，都怪我年幼无知，加入了三星团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并不知道那个组织是干什么的。夏启泰他威胁我，他说如果我不换火车皮，他就把我告到公安局去。你就信了？你真是太糊涂了！有多少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你调换过的消毒棉上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真后悔啊！我还不如跳下去，一死了之呢。那我就成全你吧。最没有想到的就是他疏忽了，让他跑了。组长，北药片所报案说有两个小孩在山底下发现左慧丽的尸体。法医肯定他是摔死的。肯定，没有别的伤。你怀疑他不是自杀？不能完全肯定。我现在回忆，当时左慧丽很矛盾，她应该有自首的倾向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左慧丽临死前是不是打过自首电话？你怀疑钱明涛？我需要证据。殷红，丹城能打电话的地方不多。好，我去查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我想来看看你。春夜，什么呀？这是我攒了几个月津贴给你买的。喜欢吗？该查的我都查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别灰心，他既然做了，就会留下蛛丝马迹。谁？我。
自己人，说吧。亚文妈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孙河村。你敢肯定吗？我敢肯定。孙河村离这可不近呢。咱们马上走。走。哎，等会儿，把吃的带上，路上吃。程东，路上小心点儿，我等你消息。准备好了，就您一个人呢？春意呢？还没回来呢。来，咱俩先吃，等他一块吃吧。也行，你坐这儿。哎，妈正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呢。妈老了，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嗨，人都得死，用不着避讳。妈没了以后，这世上就你们姐俩最亲了。所以说呢，就得你照顾她，她照顾你，不能分心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不会的。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啊，我就想，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一块儿了，怎么倒显得疏远了呢？这个你心里头比我们清楚。其实我特别想你，听我说完。你隔的什么命我不懂，但是你是我闺女，你的心性我知道啊。打你一生出来，你爷爷就说这孩子是小子的命，所以说呢，你干的事儿啊，春意干不了，你也不用勉强他，你就给他条活路吧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，妈？回来了。大妈，你好。妈，今天晚上明涛要在咱们家吃饭。徐同志，徐同志，咱歇会儿吧。不行，咱们必须尽快找到王妈，再停一会儿吧。走。大妈，我想跟春意结婚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闺女是我养的，她什么性格我知道。你们俩不合适，结了婚也长不了，不能结。妈，我说错了。明涛，先吃饭吧。大妈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不过我只对您说一句话，我钱明涛今生今世非春意不娶。那就是钱同志您自己的事了，春意的事得我做主。
谢霸天回信了吗？没有。同志，站住！明涛，刚才你太烫了。我想娶春姨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想法。可是现在特务活动那么猖獗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现在不是解决个人问题的时候。等特务抓完了，还是会有犯罪分子。作为公安人员，维护社会治安、打击犯罪是终生的职责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一辈子都不能结婚了。强词夺理。但是，我也觉得你们俩不合适。为什么？一两句说不清，回头再说吧。特务秘密自首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难，真的不容易。是挺难的。你看左慧丽，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来自首。哦，对了，我和老曲找到了左慧丽的母亲。他不知道左慧丽是特务。我认为左慧丽宁可自杀也不自首，一定是怕特务报复。伯天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办啊？你必须马上让我见到齐贤，见不到他，我绝不走。哎呦！你就是把我送到公安局，七仙也不会到这儿来见你，你太多疑了吧？啊！我不得不防，夏老板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我虽然没见过七仙，但我也大概能猜得出他是谁。洛春逸的妹妹，公安局侦查员葛英红。这样，你不是信不过齐贤吗？我让他姐姐和你一起走，这样总成了吧？好。里边的人出来了吗？来来来来，快来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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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火了！救火了！徐同志！快送医院。找到哑巴妈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吗？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知道，借这个机会看看齐贤什么表现，或许能打开一个缺口。英红，现在你就是我的眼睛，我们必须配合默契。放心吧，这样的配合又不是第一次。
小洛，啊，人都哪去了？倪虹姐找着哑巴妈了，全都在医院呢。这群废物！好，您的药到。好，您慢走。哟，骆小姐，您来了。夏老板在楼上等您呢。夏老板，春叶，谢伯天坏了七仙大事，他的人下山抢粮，把共产党引到山洞口了。现在共产党正在搜山。他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活该。他一旦被抓住，直接威胁的就是你我二人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七仙让你执行一次特殊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他让你把他们，把他们去。我不杀人。不行。难道你就得被人杀？不仅你我，还有七仙。那你们为什么非让我去？这谢伯天太狡猾，他分析出七仙是你妹妹，说只有你带他们走，他们才相信七仙。怎么？你不敢？你居然还是七仙的姐姐，连她的命令都不执行？难道你要把你和你妹妹一同送到共产党的枪口下吗？说吧，要我怎么做？哎，亚妈怎么样了？差点被火烧死，幸亏被村里人给救出来了。英红姐，你怎么找着亚妈了？真神了！